2023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在今天登场，这次主打嘉年华级的活动规划，除了12大主题特区之外，还有50家参展的品牌，就是要让民众可以从早玩到晚。在白天有手冲咖啡、手做巧克力体验课程，接着还可以到周边的温泉泡脚池，晚上还可以看表演，体验在地的文化。一边拿着梦幻的星球巧克力，一边品尝精品咖啡。2023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在埔里镇福兴温泉区华丽登场。对，然后我们会马上就停下来，然后等它降下来以后，我们再做第二次做。今年集结超过50家知名品牌业者参展，主打白天逛展区、晚上看表演的嘉年华等级活动，让小朋友玩耍的地方就觉得很棒。大人可以出来遛小孩，然后又也可以去休息，然后泡个温泉再出来跑跑，喝个咖啡，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可以耗在这，是还蛮棒的。现场设有12大主题特区，总计超过50家的品牌参展，民众不仅能体验咖啡手冲、巧克力手作，随着天气转凉，也能顺道在南投来趟温泉之旅。埔里地区、仁爱地区以及其他的乡镇都有，所以我们把所有在南投县的精品的咖啡全部集结起来，透过这一场的一个展示跟展览的会，那么希望让我们南投的这些的品牌能够让大家知道。从品尝咖啡跟巧克力，周边也有温泉泡脚池跟亲子公园景点，深度体验在地巧咖文化。记者曾若晨南投采访报道。